演出现场遇到突发状况，张韶涵的反应亮了。今天张韶涵来到宜昌演出，宜昌人民万人空巷，全民出动，一个把宜昌交通整瘫痪的女人。我们这个广场的朋友，右边右边，喜欢她的人太多了。哇，我们看一下现场的人山人海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恋情。当时是不是交通瘫痪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站在舞台上了。对，非常抱歉，因为我现在继续在这。对不起，希望呢。